弹幕吗？什么不文明弹幕啊？我没有看弹幕，我看不起我近视眼。他们刚有发什么吗？不是他们刚有发什么吗？我们家房管好像都没起床吧？我们家房管哥哥在吗？好像都没起床吧？我没有看到弹幕，我近视，我要坐着才能看到。啊，我就想破个60万票再下播的，一直破不了。我没有看到不良弹幕啊，刚发什么了吗？刚刚你们有发什么吗？我没有看到。海的味道，你知道。早上我要喝奶，喝奶奶。我对你的关怀都变成了伤害，爱不可能再重来，过程虽然精彩，但感觉已不在。就当我上辈子欠了你，就当这是今生的宿命，也许没有你。欢迎亲爱的哥哥啊，我就想破个60万票，那么难吗？好困啊，我就想破个60万票下播睡觉了，也没差多少，就7100多票，我就想破个60万票睡觉了。我在更爱惜自己，既然我现在只差6000多票了，现在只差6000多票了，我就想破个60万票睡觉，太困了，我已经跳了一天了，跳不动了，我从昨晚跳到现在，跳不动了。你的骄傲和谎言是我离开的动力，既然我改变不了你，至少我并没有那么爱你。谢谢，谢谢念想哥哥。爱不可能再重来，过程虽然精彩。还差6000多票，只差6000多票了。谢谢念想哥哥，只差6138票，6138票。好累啊，跳不动了。但感觉已不在。就当我上辈子欠了你，就当这是今生的宿命。也许没有你，我才更爱惜自己。既然我感动不了你，我就放过我自己。对呀，你的骄傲和谎言是我离开的动力。既然我改变不了你，至少我我并没有那么爱你。谢谢。既然我感动不了你，我就放过我自己。你的骄傲和谎言是我离开的动力。
我也毫不犹豫。我今天怕是下不了播了吧。